夏荷西和王子邱胜翊十五号出席快电商 Check to Check 活动，两人虽然穿同色系的衣服，但这个尺度实在是差很多。对啊，他今天有备而来哎，穿太多了。对啊，你看他是不是穿太多？不是我的问题哦，入秋了有点凉、啊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说，再不脱就冬天了，要冬天了，就想说好、啊，那不然就感谢一下快电商跟Check to Check平常的支持，这样子。我觉得我的身材还没有练得像西西这么好，所以我之后再努力一点，期待明年，期待明年夏天。明年夏天期待一下。我有看此时此刻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如果说要说最喜欢的话，应该是喜欢雪芙那一篇，因为雪芙那时候比较胖，所以他就我有传讯息给他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你真的吃比较好这样。他也说他为了角色牺牲，所以就比较，他确定是为了角色牺牲。开玩笑，就边看的时候我就想说，天哪，也太膨胀这样。但我觉得为了那个角色，其实也很适合。如果是传闻，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。但是曾经合作过的伙伴，当然还是希望他一切都好。有啊，生日什么的都会传简讯问候一下。有啊有啊都有。其实就是很正常的，比如说朋友生日或是过年过节的一些问候简讯，希望他一切都好啊，希望他一切。